罗叔，本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委员作出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有关要求，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诚如本人以及家属不参与以下11种黑恶性质违法犯罪活动：一、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行政治领域参透的黑恶势力；第二，把持基层人权，操纵破坏基层，篡改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具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利用家丑、中丑势力。